欢迎回来，最新消息马上带你看到嘉义县民雄乡山中村有一间制香工厂，在今天晚间不明原因窜出了火舌，烧毁厂房。失火的制香工厂不断窜出了大火，冒出了浓烟。由于厂内有助燃的制香原料，因此助长火势蔓延，时不时传出了爆炸声响，疑似是金纸燃烧爆竹引爆。辖区的消防队在今天晚间8:46获报，派出了10分队到现场抢救。目前火势还没有完全的扑灭，持续进行残火处理。还好没有人员受困火场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